在大家刻板印象中，这第七代阿曼顿的十块是最普通不过的旧钞票，也没什么价钱，对吗？除非这钞票有着美号码或者是错体，在这样条件下，这钞票才有价，对吗？但你可曾想过，还有其他的条件可以令这代钞票有价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代的钞票有一些特殊之冠是有价，一旦再加上好品相，这代的钞票可以卖上2000块一张。不知你知道是什么特殊之冠吗？广告之后，我告诉你们吧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9月22日的拍卖会成交价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 Lot 1193的表现。3,400 and now 3,228. So a 3,400 to 3,228. 这 Lot 1193的第七代十块是首冠 WK， 人称大 W。 这大 W 日冠的结标价是3,400，加上了佣金，这可要价4,012了。这和我刚才讲的一样，一张十块可卖2,000，对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 Lot 1194的表现。这 Lot 1194是尾冠 VV， 而且品相分数也不低。虽然结标价不比大 W 好，但是650的结标价是算不错的成绩了，对吗？650加上佣金，买家可要付767了。这第七代的特殊之冠有些有好价钱，就比如这大 W 一张可以卖上2,000，所以你以后一定要检查这钞票的字冠了，要不然着薄了都不知道，哈哈。